怎么了，殿下？穿着皇家禁军的服饰，又被刺客毁了容，还是个女人，你说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殿下，刚刚那具女尸可吓死我一个小宫女了。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小时候不是经常跟我一起看午门斩首吗？那是以前有殿下您陪着我呀。最近那个狼王爷老来找你。说点有用的。我国女子呢并非不能从军，而且从某些方面上来说，这女子从军啊比男兵的待遇还要好。如果这具尸体单纯是从军的话，那没有必要女扮男装，所以啊我建议可以从女尸的身份上下手。可是女尸的容貌被毁了，我们连她到底是不是军中的士兵都无从知晓。此次东狩筛选极其严格，而且随行的女子不多，如果细杀的话应该不难查出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碰巧遇到了刺客，可这么一想似乎是有内情的。你觉得会是什么？那我又不是女尸，你问我，你还不如去梦中问女尸的。我就知道你正经不了多久。你说那刺客杀女尸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？这个呀还真得好好去问问那具尸体了。